场比赛开打，开打了。这就是长阳天女的长途啊，男子组这个长途的比赛，我们都知道成天吧，他们的特点呢是非常超强的这个速度啊，那跟长途比赛这种考验耐力的赛程来说呢，可能成天吧对于他们的这种要求哈会更加的多一点。好的，现在是在接近第一个弯道，现在场上领先的三甲，因为今天确实阳光也非常的刺眼，能见度并不是非常的高。好的，现在转进第一个弯道了，转进一个弯道了，如果没有看错，应该是在这个目前来说好像二号嘛，在最内道啊，二号是赛龙，现在是转进二个弯道，转进第二个弯道了。我们现在是二号嘛，赛龙七号大力来呢，目前排在第二位啊。这个中华之间呢，好像七号马呢已经在外道呢赶超了这个二号马，但是也仅仅只是半个身位。它目前来说呢，在前半程呢这种长途的比赛还都是处在一个留力保留自己实力的这种状况。好的，剩下800米，大力来开始加速了。现在场上领先的是七号大力来，在他身后应该是四号马，四号马是普利达。好的，第三个弯道，现在转第三个弯道了。现在所有的马匹，我觉得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呢，都应该在有什么保留了，马上要进入到直路弯道了。好，现在这个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转直路弯之后呢，场上的这个走位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所有马匹都在加速。现在这个领先的马匹还是七号马，是三号玉龙神通。三号马玉龙神通呢，突然间在走完之后呢，就超过了大力来，并且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三号马现在是在率先的要准备冲刺，已经完成了冲刺。我觉得这样的最后。